下了。王小宝，如今的你，你难道不知这世间只有这一株望春花才有可能救你的命吗？我就知道你会生气啊！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望春花。本也只有三成的机会结果的多，对我来说啊，可能就是一种浪费，那倒不如给更需要的人，你说对吗？好，就是这个片段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小宝和李莲花要互换角色演一演，然后我们另外四位主演，我们在旁边观战一下，一会儿看看谁哎演得更像对方的角色，好不好？你们俩能品过来现在要换这事儿吗？我演小宝。对。你演小宝，我演那个你。好。对，程毅的那个麦可以拿近一点。你得可能得把那个度调一下，活泼起来。啊，扭着进来跟我说话。你，我骗。OK， 好，我们互换片段，第一段 ，Action。啊，这就开始了，我天哪！好。这个不是坐着。我嘴巴要挂血吗？不用吧。刚不是蹲着的吗？啊，站着就那也行，你俩开心就好。摄影老师抓一下啊。哎，那个庚哥给我们提示一个，三一开始我们就进入。OK， 准备啊，三二一。Action！ 李莲花，你拿望春花去救陛下了吗？放下吧，如今的你，你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上只有这一株望春花能救你的命吗？我就知道你会生气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原本那个望春花只能解我三成的毒，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浪费，或许可以给他更需要的人，你说的对吗？起来吧，我们演完了。是不是因为没喊咔呀？咔、哎！哇，他眼泪都出来了，我都受不了了。真的？天哪，哇，眼泪出来了。哇，真的，在现场我们这样的一个热闹的环境下，能够迅速入戏，很棒，对不对？掌声送给两位演员。好，那下一个片段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往这边来一点，看看大屏幕。来，程毅这边。程毅，好看吗？李相义，这小大美女当然是好看了。你喜欢就送你。不过呢，你看起来不太好。你来找我不会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吧？先躲一躲风头啊！躲哪儿啊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婚房。婚房。你的婚房。来，程毅、肖顺尧，请出列。舞台中央聚集，互换角色。然后是这样，我们也可以像刚刚那样选择一个就是深情版本的演绎。然后两位如果想演绎别的版本，比如说方言版呀、搞笑版呀、深情版都可以，你们俩商量就行，好不好？
你俩自己定啊。我要背他走对吗？互换的话怎么演都行，看你们自己决定，看看衣服方不方便。嗯，我们先演前面的吧，就前面。好，先演前面的啊。来，好，第一段你在中间，你们俩决定一下演什么版本啊。我从旁边出哈。那就是，那我得坐着吧。看得到吗大家？看不到。哦，好，好，来，三二一 action。好看吗，李香依？你是在问我，你长得好看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喜欢就送你，假大美女，还是留给你吧。但是，你倒是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。你来找我，不会说这些废话吧？我来找你，是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上来。给我一个麦。走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是红色的吧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们说去哪儿？好，咔啊咔 OK， 掌声送给他们两个。谢谢。这一段的即兴改编也很棒啊，演绎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那么下面我们还有第三段，但第三段的演绎方式呢会有一些变化，我们先看片段再来说怎么演好不好。来，请看大屏幕。你看都不看我，我奉你为君，你也不要，那便不要吧，往后你就做我的帮主夫人好不好？把他带到我房间吊起来，好好伺候着。哇，来，贺润，来，娇姐，这一段是这样的。这个您说。你也出现，顺阳，你来做一下工具人，我们让娇姐现场名场面，名场面还原一下，好不好？但是还原之后呢？我们要让一向温婉的四顾门乔安冕也来试一下这段，我们还要让行走江湖的苏小庸也来试一下这一段，怎么样？先看角姐原版，提议让他连李莲花也试一下。这样，你们先演绎，我劝劝他，好吧？这个真的是你们的，这个我简单，我就不用动了吧？对，你就给点反应啊，给点表情。那我站着吧，还是有点距离。我想以身相许，你看都不看我，我奉你为尊，你也不要，那便不要吧。往后你就做我的帮主夫人，好不好？我房间吊起来，好好伺候着。是。哇，直接拖走。好，那下面这个片段呢，嘟嘟来演绎一下，也是什么版本都可以。你看，要让我们顺瑶怎么帮你搭戏？我们该换一下搭戏了，不能老我搭我自己嘛。可以，来，对吧？小宝搭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个串戏了，串戏了，我们俩该在孤舟出现。不行，曾舜晞滑出了一种滑板鞋的感觉。不合适，坐这儿，不合适，坐这儿。一哥你来吧，一哥来吧，对，一哥来演，一哥来演，我一个人演，和小宝演，和小宝。这样，嘟嘟先演一版，好不好？嘟嘟先演一版，来，我们先演一版，啊，有什么更多发挥，咱们一会儿来啊。小宝来搭个戏，我啊，那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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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宝搭个戏，搭个戏啊！海默，来吧，来吧，对，来。
我蹲着，您需要我什么姿势？啊，不对，那个那我坐着吧啊。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我奉你为尊，你也不要，那便不要吧。往后，你就做我的帮主夫人，好不好？来人，把他带到我房间吊起来，好好伺候着。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，我自己吊。吊起来，吊起来。好，感谢两位，刚刚这段就是还挺小清新的哈。那下面易涵来，你看看你想吊谁，能吊谁呀、啊、关键是要不然帮我们吊一吊坏坏的师兄好不好？可以，来吧，我来吊成毅吧。你们想看吊谁？有请。吊起来，吊起来，来，就是我演，对，演一下男士角色，对，演我，我坐着啊，有点违和呀，我这个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我奉你为尊，你也不要，那便不要吧，往后。你便做我的帮主夫人，把她吊起来，带到我房间，好好伺候着。慢着，神仙下凡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婆娑布，